从老家回来了，今天不直播了，点了一堆外卖，今天可以点外卖了，我太开心了。点了好几个菜，买了个大西瓜，三个大芒果，这一个芒果25啊，哇，好贵呀、啊！今天穿的有点像过夏天一样，可凉快了，可暖和了。这个羊肉对下饭，炸蘑菇。土豆片，这西瓜甜吗？甜。嗯，特别甜。买了一份火锅鸭。